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撒母耳记下第九天，撒母耳记下八章一至十八节，大卫国事的扩展。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附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歇，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得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牲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大卫稳固了国位之后，便向四围开疆辟土，要得到上帝应许以色列的迦南美地。因为上帝的同在，所以战无不胜，无往不利。大卫也将得胜的战利品分别为圣献给上帝。对外，大卫攻无不克；对内，大卫秉公行义。这幅图画正是预表基督率领教会征战得胜的图画。其实，同样的属灵原则应用在今日教会，一样会使我们无往不利，那就是基督作王，上帝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原则并不复杂，只是人太复杂，所以我们总觉让基督作王是件很困难的事，经历上帝同在是件很抽象的事。基督若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作王，基督就在教会作王。如果每个基督徒都经历上帝的同在，教会整体就都经历上帝同在了。然而，很多基督徒都只是被动地期待去礼拜堂，让别人帮助我经历神，将神的同在
局限在礼拜堂里，将基督作王也局限在教会事工层面，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基督既不能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作王，也无法在整体教会作王。基督徒既不能在生活中经历神同在，自然也无法在礼拜堂经历神同在了。亲爱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基督作王，上帝同在，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属灵生活原则，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属灵生活原则。因此，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实践这原则，并且影响我们周遭的基督徒也切实地实践这个原则。大卫如何靠上帝开疆辟土，我们也能照样开拓属灵的疆土。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能够在每一天实践让你作王，以至于每一天都能经历你的同在。求你不断地更新教会，使得教会因着基督作王而不断地为主拓展国度。阿们。导读神的话，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主啊，求你更新教会，让每个神的儿女们都要学习让你作王，复兴才会临到这地。阿们。亲爱的天父，你是公义的王，而且你诚实，让我们学习等候你亲自的审判，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讨回公道。主啊，因为你的审判是最公正而且公平的，也让我们在逼迫当中不失去盼望。阿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征战审判都在于你。公义的神，让我可以不为自己伸冤，让我每天存敬畏的心，让你在我生命中当神。主啊，我要从宝座上下来，让你全然掌管我的生命。阿们。主啊，求你帮助我，每一天都要透过圣灵的引导来经历你的同在，也让我每一天都要宣告，你就是王，让你做王。阿们。亲爱的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可以时刻遵守主你的话语，与你一同征战，一起和你同得荣耀，可以将我们一切所得的荣耀都归给你。阿们。主啊，让我可以尊你为大，让我的每天行程都是以你安排为主的，在我所做的事上都让你的荣耀可以彰显。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